今天挖这两根棒槌过程虽然很曲折，但结果还是不错的，须毛也没有抠断啊，知足知足。今天的装备从原来的基础上又加了花露水和喷虫药，现在山上的蚊虫多了，骑着小电驴去。看富贵已经迫不及待了，在这等了半天了。今天我的助理去接小鱼，好，别忘了啊。还有这个呢，这是我在抖音上520好礼记买的雅丽洁防晒乳，包装精美，质地轻薄，说黑也不粘，你快用用，特别好用。臭美一下。点商城搜索520美妆护肤推荐，或点击评论区一键入同款，有机会一分钱抽戴森吹风机和 YSL 口红套盒。520快到了，把爱送给他，去评论区逛逛吧。今天来的这个地方是我岳父告诉我的，说是一片老池底子，但是我在这儿转悠半个小时了，没看见，没找着地方。哎呀，这个老头不能忽悠我呀，这应该就是好事多磨，再找找啊。别着急，这块发现了好多沙参，拔一个看看。这个，哎呀，看了吗？这个就是沙参，其实它属于党参属的。再次看到映山红，它的花已经开始凋残了，这种状态应该就是才女笔下的绿肥红瘦。接下来就是零落成泥碾作尘。你说说这些三只九叶我得捡到什么时候啊，太烦人了，你看看。哎呀，烦死了，到手里边就这些，三四十根是没问题。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可算找着这个地方了。这是原来钉池子用的木橛子，这个是铁丝，但是这儿被别人走动过，痕迹还很新鲜，希望是来裸菜的大婶们所为，不是来挖棒槌的。再找找看看。完了，这儿有一个被别人挖过的大坑，而且看着还很新鲜，看看，我的心凉了半截了。哎呀，还能不能找着？哎呀，我天哪，终于看到一个啊，一个大四皮叶，在被人捷足先登的条件下，还给我剩了一根，我就太知足了啊！富贵，富贵，这不发了吗？马叔没在，咱俩分啊，咱俩分。抠出来看看，这个不管成色好坏，咱都收了它，要不明年就会被别人给抠走。看那儿还有一个坑被别人抠的，收收，谢谢。哎呀，呦，我去，这么浅呢？怎么回事？是两个吗？我摘手套。这怎么回事，就在表皮了，拿手一拨了就出来了。你看看，炉头又往下长的，炉头还行，有两指炉，够难看的这个。这个很浅，它的根须扎得很浅，这还真好挖呀，这个，哎，哎，须子在这里边了，哇，看了吗？这个太年轻了。炉头还行，炉头两指多，两指多的炉，体型不好看，须毛很发达。棍儿，闻闻，揪点这个草，放到箱子里边给人参保鲜。哎，往里边一放，嗯，再揪点。收入囊中，今天没白来，好嘛，知足。再接着找，在我前面来的这个大哥太讲究了啊，
又给我留了一个四皮叶，好事成双。富贵在这守着，也想分一杯羹是吧？这个杆粗啊。哟，这个深，这个不像刚才那个那么浅。嗯，哦，这不是，还得俩手的。剪子就是用来绞树根的。这个炉头很长，应该是，到现在没有看到炉头多长。我操！哎，哇，这炉真长啊，这个。须毛还挺好，这儿还连着油，看了吗？这是钉，这个是钉，钉须。这还有一根，这还有一根。树丛，这有个大树根。哟哟，这下边有一大树根，看了吗？从这边抠，还有一根。石头还差最后一根须子，哎呀，哦，哇，行，出来了，哇，这个还是很漂亮的，皮色也行，炉头也行，看看纹行不行啊。有点纹，稍微有一点，还没怎么上纹。这个整体还不错，比上一个要强很多。又看了个四喜临门啊，这个是二甲子，这个是二甲子，这个是灯台子，这儿还有一个小巴掌，这个，这是小巴掌。这个咱不动啊，让它继续长，不管以后谁能得到，都是缘分。今天挖这两根棒槌过程虽然很曲折，但结果还是不错的，须毛也没有抠断啊，知足知足。休息一下下山，看见他俩心情就好，而且今天这个三只九叶草收获的也多，差不多得有二斤吧。这个沟里的水太小了，但好在是一手水，喝点，太渴了。富贵在上游喝，我在下游喝，干了。哎呀，太凉了，这家伙干不了啊！谁还不是个宝宝呀？我教给你啊，富贵。嗯，学会了不？会啦。好，回家。猛犬坐着大敞篷，带劲不，贵儿？